要能出事吗？不用不用，我把它干完了，要能干我干啥？你要干啥？我不要工资。工资也不要，你饭吃就可以了。饭我吃完了，中午。大哥，啥情况？我不要工资，给我一点饭吃，太饿了。哎，等一下上去吃饭。我不要你干活，不要你干活。啥会？啥都会干，我难吃苦。不要，我都干完了，你要吃饭，等一下去吃饭。还有这么多沙，我给你们弄。要不先吃饭，等一下。我先不吃，看一下我会干活。就你先干试试。好。我包拿下来嘛，像干活的样子。不要你动，大哥，我来，大哥你歇着，你歇着，我来干。你臭！大哥你来，我来。你还没干嘛？我也干嘛是吧？本质是我的活。戴个手套。不用，提早落，乡下人。大哥，让我来。不用，马上干我。等一下，吃完这上面吃饭啊，上面还有米饭。谢谢大哥。哎呀，从哪里冒出来哥？啊？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从海里。戴手套。不要，我皮草落后。不要大哥，不要。来嘛，跟我客气啥？还有。不用了。好了。我不要工资，我就要饭吃。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吗？有。大哥，啊、我会开。你会开车？我来开，我什么都会，我就是没饭吃。来，大哥坐。什么都会还没饭吃，搞个毛啊！下上坡，我来。放心，我会。你会是一回事，那上坡我有危险，等下都溜下来怎么办？我来推，我后面推。推啊！啊！等一下就有饭吃啊！不用。我有多少？还有车。先去吃饭吧，要不你先去吃饭，那里有饭。我先干完，大哥。怎么这样？先吃饭，那些车好弄，一下子弄完了，快点啊！这里还有菜饭啊！啊，饭放在这个锅里面，你自己舀去啊！谢谢大哥！不谢，谢谢，感动的流泪。谢谢大哥！不用，啥情况？等一下我赶你走。大哥有没有老婆呀？我有老婆的。吃饭。